个就可以上称了，赢个飞机就好了，搭起了宝贝啊，直接冲火箭就可以了，直接冲火箭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们把那个声音啊、哦、稍微调试一下。在这个里边哦，这个里边有一个火箭的试看。然后呢，当时小助理发错文件了，因为我们每周两到三次，就是上新东西太多了，小助理给他搞错了，然后就发在了这个里边。所以你们送这个的时候都可以去试看这个。然后拉满的宝贝的话，就是两发火箭就是超火了。然后这个活动的话，也不是说每天都有的，所以能干的宝贝可以直接干一干就可以了。我把这个剧情做了，然后我们是每天10点钟到凌晨3点的哟。婷婷啊，我今天要加班，估计很晚才回来。到时候你可不许反锁门啊，要不然我就进不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太惨了，周末还要加1天班呢。不像你工作轻松，还有你男朋友小伟今天是不是也放假了？他现在要过来去接你去约会吗？你看看，可是羡慕你俩了。小伟来了，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到。我刚才啊，正说到你说要来接婷婷去约会呢。反正我今天不在家，外面也挺热的，要不你们就在家里边，随便做点吃的。我先走了，祝你俩玩得开心啊。你看，我跟婷婷合租这么久了，一个屋檐下的女生，哎呀，这婷婷啊，命比我好多了，又不用加班，而且啊，还有这么高大帅的男友，哎呀，这小伟啊，条件也是好，要是他俩结婚，那我可真是羡慕死了。哎呀，你不说了，早点加班嘛，早点回家。这一天天啊，忙死了。哎，累死我了，又忙一天，可算是到家了。也不知道婷婷他们回来了没有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从婷婷房间传过来的。是婷婷的男朋友，他怎么还没走啊？好像婷婷也不在的样子。不过，这小伟看起来，哎呀，真的不能多看，多看了就有想法。这身材，哎呦，这小伟长得是。真的是没啥说的，个子又高，身材又好。你看，这没人在家都不穿衣服的嘛，俩人真的是也不注意一下，看得我都，可能我太敏感了。这小伟啊，你能把衣服穿一下吗？我这多不合适啊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们在家，但是你看这都几点了，这衣服都不穿的。婷婷去哪儿了？婷婷出去买水了，你怎么没去啊？
啊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你们先忙。哎呀，突然间，身体发烫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小伟啊，你有事儿吗？我。你这样，婷婷不在家，你来我房间也不太合适吧？哎呦，我回来没多久，没看到什么呀？我这不是一直在房间待着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我没刚刚没有叫你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你快把衣服穿好，我这正准备洗澡呢。你说咱孤男寡女的在一起多不合适啊？小伟啊，你特地来找我的，你想干嘛啊？哎呦，我承认我是有点馋你身子，但是你跟婷婷可是我好朋友啊，我们这样的不合适吧？你怎么突然离我这么近啊？你我。哎呦，这样真不行！婷婷知道了，你说以后我们怎么一块儿合作啊？哎呦，我真不是，哎呦，真的不合适啊！哎呦，你把我手放开！哎呀，你这样怎么行啊？你说我们俩这样，婷婷回来，我，哎呦，你别拉扯了，哎呦，你这么亲我，婷婷她真的会生气的，哎呦，你能不能放开我？你等一下，我电话响了，你看。婷婷打电话给我呢，哎呦，别拉扯了，别闹了，然后这个剧本啊，只到这儿了，然后接下来的剧本的话，尺度有点大，我就不往下做了。然后喜欢的宝贝啊，解锁完整版了，然后你直接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拉满的宝贝啊，可以送这个，也可以直接来两发就好了。然后记得把关注点一点哦，因为这个确实是有点尺度大了。然后后边的话相对来说不太，不太好展示哦。哎呦，直播间超管天天那个什么，舒服吗？没办法，听不清楚了，宝贝，记得把耳机戴上。现在的话，剧本的话，刚才数了一下，这个里边已经有30多个了。然后这个里边的话，剧本的话，然后大概十几个，但是呢，我们其他的内容的话，然后把它填了，大概有50、60个。因为这个的话，现在我们也都是5个多季吧。反正有的没的我都放在这个里边了，然后每周2到3次的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定制版的，然后质感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。然后两番的话就是皇帝的新装加各种道具的使用说明。所以你看你们需要什么的话直接上车就好了。
就是很完整版的剧本哦，然后就是在直播间里边，基本的所有的要求，有的没的我都会放在里面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它内容会有50-60个，然后定制版的剧本的话是会放在这个里边，然后质感啊、尺度啊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。拉满的话就是皇帝的勋章。上车。
现在的话大概有5、60个，而且也都是，每周2到3次的上新。我们一个飞机就可以上车了，宝宝，一个飞机就可以上车了。条件允许的，宝贝，这次中火箭绝对没有错的，要相信主播给你推荐的，一定是最好最适合你的。谢谢小辉。反正也。
说是第一了，因为出去看看也没有人比我们直播间内容更好。就是你的抽奖，我是一分钱拿不到的，明白吗？就是你中奖的礼物才跟我有关系，因为抽奖的话，它是官方的一个业务，就是你来我直播间抽10000块钱的奖，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但是你中奖了，然后才跟我有关系，就是中奖了并且送给我，它才有关系的，明白吗？就是你抽10000抽10万，我一分钱拿不到的，但是你10万5万的中奖了送给我，我才有分成的，明白吗？Happy 宝贝， Happy 宝贝送2个的话就是你心里想要的，拉满的话就是那个空调宝宝。空调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那个小助理哦，直接领就好了。之前也送够了，看一下。之前。之前送了一个50的，还少了50。开盲盒开了一个0.3，一个0.5，你差了8张班卡。如果你这样的算的话，你就是差了8张班卡。因为我们这儿都是有记录的，我也不想跟你斤斤计较，但是。你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得好好的给你算一算。那我得好好的给你算一算。
你的那个小助理，但他要真的不满意，回来可以直接来找我退款就好了。小虎呀，你找一下小助理，找一下公平公益的那个小助理。小助理哦，让小助理给你安排。然后等一下也要下播了，谁能看末班车了，我们可以直接看一看就好了。拉满的话就是皇帝的行踪，一步到位。不够不够，我跟你说不够，你给我说够了，因为我刚才看了一清二楚，你差了八张办卡，6848送一，然后加上一个音乐喷泉，刚好95，98，人家一个飞机100，还优惠了2块。我跟你说不够，你说够了，我让你找小助理，你还要问我到底够不够？需要把这个账算得这么明白吗？那个空调宝宝，空调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这个小助理，你看到了吗？不满意的你都可以回来找我退款就好了。谢谢 Happy 宝贝，宝贝，你可以再点一个，直接就可以拉满了。你也可以先去试一下，但凡要觉得不满意，后来可以直接来找我退款就可以了。谢谢宝贝。直接充这个或者直接拉满，不要让自己再错过这么划算的活动了。那个大大怪宝宝，今天的话我们的活动再送一个火箭的话就拉满了，你要是回来升级了宝贝哦，你直接点就好了。那个小灰宝宝
不是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人看到了吗？苏苏的助理，能找到吗？二货呢？联系一下我，带小孩的优先。想想真好，以后结婚了还能白捡个小孩，自己又不用生了，找男朋友就按照这个标准找。有离婚的带小孩。
原因告诉我，由我给你退款，没问题，可以给你退，但是我总要知道原因啊。你看我今天给你退款，我自己也亏，自己亏了100。如果我这100块钱，我要是不知道原因，是不是？那我这样白交学费了。我们本来啊，直播间里边，我们一个飞机到我手里20-30。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服务呢？不为了别的，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今天亏100块钱，我要给你退，那我要知道我们的内容出在哪儿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别人送飞机的时候，我才能会给别人更多的保障。所以希望你能理解一下，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和建议啊告诉我们家的客服，然后你说完之后，我们能给你解决了就给你解决，解决不了了，我直接给你退就可以了。嗯。拜托拜托，麻烦你了，宝贝。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是在斗鱼签约3年的主播，23年到26年，因为毕竟接下来都是要拜托拜托你们的，所以说你要别嫌麻烦，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哪个地方有问题，我们毕竟在3年里边每周2到3次呢。最近2点多扣分重灾区，没有前两天骚了，也没有前两天好听了，斯密马三，今天没让你满意了，我太没用了，宝贝，要不你换一家吧，换一家有用的，你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何必呢？这么晚了，我们也想找点志同道合的，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呢，是不是？我也得找合草的。啊，你都对我这么不满意了，那我也就不用试了，那我们俩肯定也不合适。下播了，然后能干末班车了，宝贝啊，可以直接干一干就好了。
谢谢啊，张叔。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那个小助理哦。长相公平可以的那个小助理就好了。然后给你们做个芦荟色，我等下就要下播了。然后能看的宝贝给姐姐看一看。那个大怪怪宝宝，我们今天的抽火呢是两发火箭，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建议你直接拉满，那个里边的话更符合，就是你，毕竟皇帝的新装嘛，要符合你的要求。它那个里边的话都是定制版的剧情，然后这两天的话，我把那个剧情给你们传一下，上传一下。可以找一下小助理啊，宝贝，可以的，告诉我具体原因就好了。因为在三年里边，然后每周也都是两到三次的上新呢，你可以把原因告诉我。我都刚才跟你讲了，我即使给你退了，我亏70多块钱，就当我交个学费了。接下来别人再送了，我也对别人也是有保障的。这样的话，我刚才都跟你说过一遍了。只要你来，我还是这个原因，肯定会给你退的。但是你总得让我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宝宝。你放心，100块钱我肯定会给你退的，也不是啥大问题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这100块钱我也就当给你交个学费了。我就要想知道以后我再遇到你这类人，我怎么样才能把他服务好，因为我们也都是23年到26年的，然后每周2到3次的，
你把具体原因告诉我，是不是？你不用怕，我不会封了你的，宝贝。100块钱不至于，我也不至于拿了你的100块钱跑路的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？你不喜欢没关系，我做的让你喜欢，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，是可以解决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都说了，我能解决你的问题。如果你要是，解决了，然后你还不满意，那我真的没办法，是不是？那就说明我们俩不合适，对吧？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。但是你要告诉我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你随便做饭吧。我给你做这个你说不好吃，做那个你说不好吃，是不是？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是咸了还是淡了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了，我们也很耐心的想去给你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刚才你都说直播间里边还说怎么发不了言了，你不是很担心我把你封了吗？我不会封你的，宝贝，这是我们的服务态度，因为100块钱还不至于到了这种地步。我们只是想知道，到底我们是哪一方面做的让你不满意，我们就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们也就当相当于交个学费，然后你接下来再过去说这样子，我还是这样的话告诉你，我们也想给你解决你的问题，希望你能真诚的告诉我，拜托拜托了。然后我们准备要下播了，还有没有宝贝要赶播班车的？要赶的宝贝抓紧时间。所以说，直播间啊，算是出了名的服务好。你去其他直播间，人家可能真的都不会再理你了。我们还在这个道路上精益求精呢。你即使给别人送这个，人家也对你是爱答不理的。我们家为什么基础服务做得好？因为问心无愧啊。然后能赶末班车了，宝贝，抓紧时间，因为等下也要下播了。喜欢吃香菜，那下次就不放香菜啊。怎么做也不喜欢，那你适应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你不喜欢也不会上车，我相信你是喜欢的，干嘛要欺骗自己呢？那你先适应一下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你这么说就可没意思了。你不喜欢，你还会上车吗？我只是知道一下真实原因。你哪怕坦诚的跟我说，我就是想来占便宜的，没关系，我也就认了，是不是？咱就当交个朋友，咱不要这样的自欺欺人，好不好？坦白一点就可以了。斗鱼客服退款吧，宝贝。你怎么点呢？你找一下斗鱼客服退款就好了。你走一下斗鱼客服的流程。你要是告诉我原因，我这会儿立马转你了。你给我绕这么个18个弯，那你去找一下斗鱼客服吧，好不好？走一下退款流程。本来我们就很好解决的事儿，你给我整这个，那你找一下斗鱼客服，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。记得把关注点一点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也要下播了，然后没赶末班车的宝贝啊，可以直接赶一赶就好了。就是讲道理听不懂，那就走正规流程吧。我都告诉你了，你直接把原因告诉我，我这会儿转账给你。那不听，我就是不喜欢了，管你说什么，我油盐不进。那你找一下斗鱼客服吧。本来我们家不满意退款这个项目啊，就是给那些真的对我有意见的人，然后我们听取一下这类意见。这类意见哦。这样子啊。是这样子啊，我得给你们想明白啊，这个可不是全国的。你要是想花100块钱要全国的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打死我我都没有的。打死我都没有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宝贝，我建议你9块9买个结婚证，领个结婚证，你把我娶回家得了，100块钱都要不了，9块9就可以了。到时候我给你退个91块钱。
你要是说这个有全国的，没有。嗯，怪不得你找我退款呢。嗯，怪不得你找我退款呢。嗯，那是该退，那是该退，那我给不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的话是皇帝的新装，然后你又觉得再补不划算，嗯，那没关系啊，那我也确实是跟你提供不了这个其他的服务，嗯，本来我们家退款是给那些就是说真的对我有意见，比如说他觉得，嗯，我们直播间里边可能就是画面不是很好，然后声音不是很好。嗯，然后他给我提了，我还没改，两三次还存在这个情况，那就给人家退了就好了。他说他上来要全漏的，那我没有，这个我没有，做不了，那我做不了。嗯，你可以找一下，如果要是真的有这个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都想去看，我都想去看，也想让别人学习一下。就是哪个主播，这个都可以这么好，我也想去学习一下。搞了半天，你合着是这个要求啊？挺有意思然后你们点点关注吧，然后我们也准备要下播了，你要准备下播了，然后你们想充了，宝贝啊，直接充就可以了。然后超火的宝贝还是两番火箭哦，因为这个活动的话结束的话，随后就没有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我用小号啊，真的，你们思想千奇百怪的。他觉得我是个小主播，你送一个我就应该把全部给他。然后呢，送这个的人都在想，一个小主播是不是我都不敢送这个？然后呢，送这个你是不是得给我全部？要不然你二三十级的小号，你怎么拉人气啊？宝贝啊，我们是靠实力的，不是靠礼物的，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大号在右上角，所以你们也不要怕，我跟斗鱼也是签约的主播，3年的，就是有些人觉得我是个小号，不敢送火箭，有些人觉得我是个小号，送飞机我就应该全部给他，宝贝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都是签约主播，在未来3年里边，你在斗鱼都是可以找到我的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为了你这星点半点的几百万违约金，我赔不起的，所以说右上角的这个大号，你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。然后准备要下播了，所以你们不用怕，因为刚才那个粉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给我送这个，我就要把全部给他，要不然，我就要怎么着，那真的是没办法，
我娶回家吧。身体不行了，我再换一个。身体不行了，就再换一个。能把我娶回家吗？身体不行了，我就换一个。乱说了，没有乱说的，宝贝。真的要走了，你可不要再想我，不要想我。记得把关注点一遍哦，明天早点来还能给你们跳个舞呢，明天早点来还能给你们跳个舞呢。大家晚安了呀，宝贝，晚安了。晚安呀，你们要乖乖的睡觉，乖乖的睡觉。睡觉。注意节制。我这两天累死了，这两天今天做了几组深蹲，蹲的我今天腿软。今天腿软。要下播了，宝贝。
坏死了，讨厌死了。这个呀，哦，你说那个杆儿是吗？应该不疼，但是这儿就是有一点，有一点点，可能有点挂到了，都带着那个护具就还好一点，带着护具都还好一点。真的要走了，大家晚安啊！明天晚上我就陪你们到4点钟，慢慢的陪你们到4点钟。哇，谢谢啊，728宝贝啊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体力不好，我体力哪里不好了？体力哪里不好了？因为准备明晚见哦，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那个小助理哦。找一下那个公屏扣一的那个小助理，然后准备也要下播了，宝宝。然后不要点关注了，宝宝，记得把关注点一点。都睡醒了，我的天！这个点儿3点钟，你几点睡呢？啊？怎么这个点儿睡醒了？妈妈耶！睡得背疼，那就是一个姿势，一个姿势太久了。一个姿势太久了，一个姿势太久了，太久就成这个样子了。因为我要下播了。就躺那儿嘛，躺那儿太久了。
我们一个的话就可以上车了，这个的话是定制版的，然后这个的话，两个的话就是皇帝的勋章，加各种道具的使用说明哦。然后，怎么了，宝宝？差不多。